喂，早晨啊，各位网友，星期四啦，唉，咁啊，去到就嚟去到六月啦，即系时间过得几快啊！呢个五月，咁啊，五月28号星期四嘅早晨财经直播室，我系 Kelvin 啦，咁啊，继续大家帮手订阅 Reg Finance 嘅 YouTube channel 啦，哎呀，仲未到80,000啊，咪快啲争你嘅票，声音画面得唔得？得咧就话话俾我知啊，咁啊，大家各位早晨啦。咁啊，早晨早晨 ，K K 啊 ，Barry 啊 ，Refine 啊 ，Hunter 啊 ，John 啊 ，Vicky 啊，等等 ，Irene 啊 ，Jack 啊，等等啦。声音画面得唔得？早晨，咁啊，今日咧就10:30左右咧就文锦期权铺，咁咧就咁啊同你倾住偈先啦。咁啊，今日谂住早开少少嘅，咁啊你知啦，系嘛？咁啊去到咁上下，咁有啲朋友系期待听文锦 Sir 就。啊，你懂得啦。OK， 好，咁就声音画面得嘅正式开始啦。呢两条友搞咩鬼嘢 ？Man in Black 啊，咁啊话说咧，就星期一咧就系、是、就放美国就放假啦，呢个将士阵亡纪念日。咁啊，美国总统咧就要献花。咁啊个花絮咧就系、是、话见到 Donald Trump 咧好似傲凹咁样，系咪领咗嘢啊咁样？咁我觉得呢啲就好多余噶啦。咁另一方面咧，就拜登都要出席嗰啲出席呢个悼念活动啦。咁佢同个老婆咧就唔知搞咩喎，就戴住副超，戴个黑罩，唉、哎，真系笑到爆嘴咁样。咁我觉得真系，咁啊 ，Donald Trump 亦都有发言啊，串 Q 啊拜登啦。唉、哎，呢两个真系两个都唔化，两个加埋百几岁嘅大佬，唉、哎，真系笑爆。好啦，咁啊，讲讲琴日个美股先。有个网友咧就话啦，嗱都话有资金入美股啦，嗱我啊真系唔知道，我就预示唔到有资金入美股。不过咧，记唔记得我琴日就同大家讲过啦，美股真系强啊嘛，就系、是、咁样啦。所以点解好难估咧？嗱，琴日同大家一齐计计个618，嗱全世界都系咁计嘅。咁去琴日就啱，唔系前晚咧就去完道指去咗618之后咧，就落翻翻嚟。咁再加上咧纳指咧就升得比较少。系咪大家觉得哇美股系咪回软啦？咁我讲过啦，呢、这个永远都两睇嘅，系嘛？纳指升得少，可以系佢要追落后啊嘛。永远呢啲咧系事后解释嘅啫。但系喺琴日嗰刻个 moment 去解读个市况咧，就系、是、我用咗几个角度啦，就系、是、第一，四大嘅避险指标咧倾向 risk on 嘅，跟住然后嘅动力方面咧，纳指仲系强嘅，再加上标普同埋纳指咧都喺618上边咧。冇得挡，系嘛？咁结果琴日咧仲继续升，就唔好问我升得几多吓，冇人知嘅。咁你话落翻去边个位有机会回调嘅话咧？嗱，大家知道我唔识俾位噶啦。咁但系而家出边如果睇咧，都系睇都系睇200天线嘅 S&P 嘅二 S&P 嗱，讲过 S&P 嘅618咧就系2930左右，哇，撑成百点就冇理佢啦。200天线咧大约就喺3000啦。所以基本上咧，唔落翻 S&P 唔落翻嗱 ，S&P 又唔系落，又唔系未落过喎。琴日最低位就系2970左右啦。咁但系收咧就高位收嘅吓，3036。如果落唔落翻3000楼下咧，其实系都仲系强，系嘛？咁啊呢个就系琴日美股情况啦。咁啊炒乜嘢咧？都系经济复苏。咁经济复苏炒到几时咧？就炒到真系经济重开之前咧。都仲有得炒嘅，嗱咁而家仲系啲传统经济股啊，系嘛，咁就传统经济复苏股啊，咁但系咧我都讲过啦，系咪譬如炒之前跌得低嗰啲系咪照炒咧？我又唔同意咁嘅讲法，所以譬如话你航空股咧，系航空股琴日升到好多，但系即系两嘢咪跌翻落去咯 ，OK， 咁啊，所以呢个时候咧，嗱我讲过咧，如果 VIX 去翻30楼下嘅话咧，其实你可以加多注嘅，即系搬落可能你2-3注去到3-4注咁就好啦 ，OK。咁但系咧，嗱，咁啊，讲翻琴日嘅四大避险指标啦 ，VIX 咧最低28，嗱，但系28唔算好低嘅。第二咧 ，VIX 嘅 future 咧，其实都仲系挨近30，嗱，咁所以我觉得呢个指标咧系中性嘅。第二，咁啊讲个腰啦，当然就嗱个美债咧唔系好喐 ，OK， 唔系好喐，所以都系咧倾向中性嘅。好啦，第三个指标金啦，咁样金咧又升翻啲。所以咧，又系傾向中性嘅，唯一咧就个多啦 index 咧就真系落翻啲嚟啦。OK， 咁所以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又觉得而家追咧就冇乜水位啦。除非你揀个股，咁啊拣个股咧就凭各位自己功力啦。OK， 咁你揀中啲好嘢咁啊发达啦，系咪？譬如咁啊，琴日就有啲咩个别股比较劲咧，就银行股好劲嘅，
咁因为咧就金融股琴日升咗镬噶啦，咁啊藉住呢个 J P Morgan 啦，咁啊阿 Damon 啦出到嚟就哇我啲股价好平啊，咁样好正啊，再出埋一个数字咧就令到今日嘅 J P Morgan 咧就再升到 5.8% 嘅 ，OK， 咁啊 J P Morgan 出啲咩数据咧？竟然啊，即系都几竟然哦，就系、是、第二季啊，佢话声称第二季即系四至六月咧。佢嘅嗰个收入啊，可能系比上年同期系升50%，减乜鬼嘢啊？哇，四至六月点解咁犀利咧？因为嗱，二月就个市啊插到，嗱三月个美股插到最低位啦，跟住四五月开始反弹啦，四五六月开始反弹啦，咁然后咧，亦都好多人就炒呢个 fixed income 嘅，即系嗰啲炒债券啦。点解啊？因为当联储局话我无限 back up 嘅时候咧。记唔记得嗰啲咁嘅 investment grade 啊、high yield 啊，全部发发声上翻去嘛？藉住呢个咁强劲嘅 fixed income 同埋股票反弹咧 ，J.P. Morgan 咧系大大受惠啊 ！OK， 大大受惠。虽然咧当中嘅 M&A 咧收购合并咧系少咗两三成嘅，但系呢啲咁样嘅投资收入啊，证券业务投，即系呢啲咁嘅炒卖贸呢啲 trading 嘅即系交易嘅收入咧。是升了 50% 的可能。哇。咁所以呢其实我又拿返炸沙先。我都话喺无限子弹之下呢其实金融股呢是一定受惠的。因为佢有子弹买嘢嘛。咁但我犯咗错误呢我就买得太早啦。我都唔怕讲啦。其实我$120入 JP Morgan 嘅。虽然少少我$101斩咗啦。即係咁样啦。咁但喂如果唔斩跌到去$80喎、啊。真係黐线。咁呢就所以昨日 JP Morgan 就出咗咁样嘅消息嘅。咁连带 AE 啦 ，AE 系升 7%， 咁 AE 就更加受惠啦，因为经济复苏，大家碌卡啦咁样，咁同埋咧，记唔记得上个礼拜我出咗上个礼拜嘅所有 credit card 咪升咗一阵嘅，咁嗰时 AE 咧已经出咗个消息啦，啊嗰时 Visa 出咗消息，就系话咧用嗰啲叫做payment switch 咧嗰个用度啊，第二季咧系上翻好多啦，咁即系话咧大家用 credit card 去俾钱啊，或者中小企收钱咧嗰、那个。消费力度咧就喺翻晒度啦，咁所以咧，琴日都讲啦，咪有位琴日咪有位朋友估呢、這个Russell 2000嘅，就真系唔着数啦吓，因为中炒如果而家系炒紧中小企重启嘅话咧，其实中小企系最受惠嘅。OK， 咁啊记住，我唔系话真系经济重启得好好，系炒紧经济重启，嗱呢个两个概念嚟嘅，咁样好就睇下 comment 先。国务卿发言阵间讲讲啦，要唔要沽晒啲货咧？嗱，首先睇你揸住啲咩货，同埋揸住啲咩股票。OK， 嗱呢句好似好废话，但系真系事实嚟嘅。譬如你揸住只股票系中美战咧，仲有机会受惠嘅吓，咁你咪揸住咯。但系当然啦，最大原则记住，真系你买任何一只股票咧，你都要问自己咩位置先。你自己答唔到呢个问题嘅话咧。我建议你真系唔好入啦，真系嘅，真系唔好入啦。好，好嗱，即系美国吓、啊、都好，我答咗呢个问题先啦。因为阵间咧可能敏感上有另外啲睇法嘅。好，有网友就话啦，如果真系取消咗香港特别关税区同埋制裁行动，要唔要沽清手头上嘅股票呢？好，等我睇下有冇啲 comment 先。嗱，咁样讲，冇声唔系嘛，冇下过，有声系嘛 ？OK， 嗱，第一，咁呢排咧，记唔记得我讲过咧？睇个港股咩环境先。嗱，今日就应该人大就会通过系唔系咧，就要行呢个港版国安法嘅。呢一刻我估计，嗱，上个礼拜我估咧系50-50，甚至偏向唔通过添嘅。点解咧？因为就太 stupid 啦。但系咧。你俾美國咁樣逼到埋牆咧，嗱呢度應該得我呢個節目咁樣講噶啦。美國佬係極度心裏邊咧係想你通過嘅，點解咧？咪開拖咯。嗱，我咧就嘗試睇過下出邊嗰個，我即係特別做我特別想 search 下究竟出邊點樣睇國安法呢樣嘢。咁第一樣嘢咧，令我好驚訝係冇乜點講喎，即係 YouTube 就多好多。我 search 譬如。而家睇緊呢份啊，即係香港而家最大嘅經濟媒體啦，係嘛？即係除咗佢同 A Stock 啦，咁但係佢多啲社評啊嘛，即係嚇死我！你知唔知我睇佢嗰個社評咧，佢啲關鍵字啊嘛，即係熱搜榜咧，係冇國安法咯。
有冇搞错？呢个系直情影响住香港整个未来发展嘅呢样嘢咧，系竟然唔系嘅。咁我就揾另外信 X 啦 ，OK， 都系极少，唯一一篇咧比较倒肉啲咧就系罗庚。跟住我睇罗庚，啊超，大家知罗庚系边个嘛？即系都系姓罗噶啦，咁啊大镬噶啦。所以你话呢个香港咧，即系自己冚，即系自己。即系最恐怖嘅嘢，莫过于就自我审查，讲都唔讲得，有冇搞错啊？不过咁，你又益咗我 ，OK？ 益咗唔系益咗我，益咗 Reg Finance。真想听真话真相，嗱，唔一定系啱嘅，但系起码呢个台我可以肯定咧，每一个主持讲佢自己相信嘅嘢，而呢一样嘢咧，本应系理应系好合理嘅，但系出边原来已经变得好矜贵啦。OK， 好啦，咁啊继续讲咯。我系几好咁，亦都当然都有仲有零星嘅分析啦。我系好惊讶就系乜嘢咧？就是、譬如大家仲觉得系冇乜嘢啦，大家觉得呢、這个美国佬唔会真系行到呢一步啦。唔好话即系唔好话去到美国系咪礼真啊？甚至连即系当更加唔会好似我咁样，我一早即系我一年前都今日嘅所有嘅事情发生，喂，真系一早讲晒俾大家听。喂，中美战咧？我就成日讲中美战啦，你真系以为当我吹水啊？喂，好认真嘅，中美国系佢要立，即系佢系要立下定决心，打到剩翻系你死我亡啊！大家明唔明白呢、這个咁？明唔明白？我哋而家经历紧一个系前所未有嘅大时代，呢、這个真正嘅大时代，系讲紧系大萧条啊，一战、二战。呢种咁嘅大时代啊，有冇人经历过？所以你要估计之后发生咩事咧？讲到俾你听都傻嘅。对上一次二战系咩啊？1945年，有边个1945年出世啊？系嘛？冇噶。咁你话哇，讲到咁严重，系咪即刻着草啊？匿埋又唔使住。记住咧，就系、是、每一个大时代咧，都有佢嘅生存方法嘅。不过我哋要作出一啲准备，系嘛？我哋要作出一啲嘅心理嘅预防吓，但之后的世界的演变就不是以往那10年、20年、30年这样的情况了。大家都是经验值都是零的。OK， 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咁但是哪个喂，但起码我们这个节目我们认知了这件事先啦，是吧？如果你出面的仲是觉得照旧咯，没什么特别咯，是吧？那次都23000啫， fine,OK。随便你。嗱，咁快快脆入到个讲埋少少，走少少特别嘢先入正题啦。咁咧就 Donald Trump 讲好鬼死多嘢嘅，非常之好笑。咁第一样嘢咧就又再讲啲题外话先，因为实在太好笑啦。咁佢又俾 Twitter 搞佢，嗱佢咧就呢排就继续讲，开始讲选举啦。咁佢就话邮寄呢个选票呢一样嘢咧系好有问题嘅，系可以俾人抢走咗嘅，系可以俾人造假嘅。OK， 咁所以咧唔得咁样，嗱竟然俾 Tweet 咧。俾醒咗个 label 俾佢，就话呢个关于邮寄有冇可能有问题嘅呢一个咁样嘅讲法咧，唔该大家要 fact check。哇，你夹 Donald Trump， 跟住 Donald Trump 梗系唔瞓巢啦，佢一定系唔瞓巢噶。佢就讲乜嘢咧？佢就话呢啲咁嘅 social media 好有问题啊。OK， 所以咧，佢甚至讲过话呢啲 social media， 我甚至要收你工咁样，删关除呢啲咁嘅 social media。咁梗係唔会啦，係咪咁呢啲呢反击嚟嘅啫。咁但 Twitter 呢估价跌咗 2.8% 嘅。嗱呢啲呢就係外国嘅媒体嘅好玩之处啦。呢、這个 social media 係可以话标签个总统为你讲事实啦，唔该。OK， 咁你觉得微博会唔会做啲咁嘅嘢呢？哈哈。好啦，今日讲完 Donald Trump 呢坛嘢之后呢，讲啲坚嘢啦，有两单坚嘢嘅。一单咧就梗系关香港啦，但香港咧就从 Pompeo 重复咗咧，我会阵间 call Pompeo 嘅，就喺呢样嘢好坚咧，我估亦都冇乜媒体咧大肆报道噶啦，中印嘅争端吓，你啊真系唔知道今次擦枪走火你会擦到边度，但系讲咗 Pompeo 先，因为我见好多网友都问嘅关于嗱 Pompeo 咧就话啦，佢已经同国会汇报咗香港系不再拥有呢个高度自治，咁所以咧。亦都可以考虑咧，就系冇咗你嗰个特别关税区。最重要一句乜嘢咧？系 stand with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啦。吓，咁究竟佢哋嘅立场喺边度咧？非常清晰吓。咁如果你哋 tick 晒嘅话咧，咁你就考虑埋呢一样嘢啦。吓 ，OK， 好啦，咁会有啲咩影响咧？我呢度就唔谂住长讲，
我就谂住咧，阵间四点半钟吓、啊、就会呢、這个请教啊罗家聪博士，从一个经济角度，究竟香港嘅冇咗呢个特别关税区，或者呢个咁样嘅独立关税区个影响有几大，对各行各业，对呢个金融，对贸易，对 GDP 啊，咁啊阵间长谈啦 ，OK， 好，咁就系咁样啦，系嘛，咁啊。讲翻港股，港股近排咧就有单，嗱，记唔得前几日上个星期跌到阿妈都唔认得嗰时候，嗱系咯，sorry 啦，今日即系讲得比较飘忽啲，因为我都要控制时间。第一样嘢咧，喺呢一刻咧，当美国佬咁样逼你嘅话咧，嗱我讲噶啦，美国佬咧系想你去过呢个港法，因为咧佢就出招噶啦，成份剧本一年前甚至几年前咧喺晒度噶啦，唔系呢几日写嘅啫，系几时揿掣嘅啫。你一撳啊嘛，我就撳噶啦。OK， 所以咧，我覺得今日咧有機會通過，係機會大嘅，機會大嘅。第二咧，個市係咪會死咧？就未咁快住，因為所有喺香港嘅資金咧，包括香港人咧，你都係啦，大家都係啦，點樣啊？睇住先，係嘛？喂，我哋十號風球最中意做啲咩啊？睇浪。OK， 未冚到埋嚟，及住先。嗱，香港係咁樣噶嘛，因為香港人適應實太快啊。OK。正如呢个社会运动嗰时都讲噶啦，第一日催泪弹，走啊走啊走啊，系嘛？第二日，喂，催泪弹咯，出去夹下先，系嘛？第十日啦，拎我翻嚟做纪念品先。嗱，但系呢个犯法噶，千祈唔好做。OK， 香港人系超级恐怖嘅适应能力嚟嘅，可以啊。一冇咗呢个国际关系法咧，香港又会有一种适应到冇咗独立关税区嘅嗰个生存方式嘅。呢、這个我又唔好担心。但系讲翻港股咧，上个礼拜过之后咧，我就话啦，唔会冧住嘅。点咧？嗱，实即的确系唔会冧住啊。点解咧？中概股未翻得切嚟啊嘛，系嘛？所以当中央即系中共或者中央啦，仲系有无限子弹嘅呢一个时空里边咧，我讲紧今年啊，佢系会老虎顶住个港股，搬晒啲中概股上嚟先嘅。咁啊，华尔街会点样做啊？同你一起炒咯，就系咁样啦。咁啊嗱，啱啱有单都几有得意嘅 Bloomberg 有咁样嘅报道啦，就话咧喺上个礼拜五开始咧，个北水流入系前所未啊，唔系即系前所即系非常之多啦。嗱，根据 Bloomberg 估计咧，就系话喺呢排嘅嗰个由内地投资者持仓嘅交易咧，系占港股总市值嘅3%。呢个咧。是三年以来最高的水平来的。那么买入上星期五开始就带他入市了。买了什么呢？头三大就是工行、平安好医生和建行。哎，买了这样的东西 ,ok? 那就又不是炒5G 股。那么这个如果大家是炒，所以呢大家现在炒港股一定要看北水。都几多网站可以看到北水的，那这些你就你自己做功课了。ok? 那所以呢有些外资就会走。咁有啲北水就会落返嚟，咁而家就係咁嘅情况。所以呢，咁啲外资走去边呢？有啲咪走去美国囉。嗱，所以见到美股呢相对又强过返港股啦，就好似上年五月四五月开始打贸易战嗰时呢嗰个咁嘅情况啦。咁留意住，咁究竟个港股仲顶得几耐呢？就留意住人民币嘅走势啦。OK， 7.2 顶得住呢，港股顶得住。呢个係我个人嘅睇法嚟嘅。提供每日最新市场资讯、商品货币、股指期货、不同产品怎样部署。Record Finance 全新节目《敏感辉 Kelvin 敏感期权谱》。好，嚟到10:27啦，咁啊，敏感 Sir 就喺度啦。早晨，敏感 Sir。早晨 ，Kelvin。系，各位网友听唔听到敏感 Sir 把声同埋画面清晰咧？就画画都知啊。咁啊，敏感期权谱咧，星期四正式开始啦，大家继续帮手 like share 同埋 comment 啦。咁咧就美同琴日一样个开场白，美股继续强，港股就个差距啊拉大，一样咁样。同埋因为个外围个美股继续升，即系升到你唔信啊！呢次咧就夹人夹仓夹出血嘅嗰個 Dow Future 繼續係咁向上湧，咁你個期指你其實你一來今日好關鍵嘅，大家又因為你知啦，開市前你知蓬佩奧啊咩最優惠啊，你有個好強硬嘅嚟緊個週末啊，咁你今日結算咗先，大家都係好多時講啊，好大聲啊，利益咧都係。
都是歸利益的，所以呢又我自己總是覺得今日呢就未必死的，結算未必死的，但是你說再去到聽日，聽日大家會不會重倉過週末呢，你自己諗清楚啦，因為啊，雖然佢成日都順口開河講話有好強硬咁，但係特朗普嚟㗎嘛，你唔知佢發啲咩癲，發啲咩癲㗎嘛，所以呢就唔好太擔心，但係又唔好冇準備咁得㗎啦，因為你擔心嚟都冇用嘅，因為佢哋要落實，咁你嗱我哋負面嘅就係梗係話啊佢。取消咗香港嗰個咩最優惠待遇，因為你話佢對於嗰個一國兩制嗰個冇落實啦。咁好啦，如果美國認為香港冇落實呢個中英聯合聯絡聲明，咁你響英國就要出聲噶咯噃。咁嗱，雖然唔係多，咁但係都有一大部分人咧係 entitled 攞翻個 BNO， 咁即係話如果哇都好多㗎，不過攞嘅就好少咯，而家暫時嚇。如果中方係即係話，即係美國認為佢係已經係違反咗中英聯絡聲明啦，咁即係呢份嘢禍咗，咁你好啦，你英國真係佢俾香港有 BNO 嘅有，即係有居英權，唔係話真係冚唪唥去曬，咁但係就。你多咗個保險嘅，咁你咪響好嗰方面睇，你咪講聲多謝咯。你多咗個保險，多咗個保險，即係我哋諗嘢就唔好睇諗到咁灰。呢個係一件壞事，咁你咪當件好事咯。你多咗個居英權，咁你揸住本唔使括弧啦。係其實咧，同大家咧，BNO 英國括弧海外。你去好多國家過海關，包括英國，係佢嗰個關員都唔知咩係括弧啦，唔識分嘅好多都識分嘅。佢即係如果你去一啲普通嘅南美國家，佢都係當你英國 passport 㗎，即係唔好自己覺得揸住本 BNO。我唔係話鼓勵你哋去攞，即係我話解釋俾你聽，你個作用就係你係揸住一本人哋個角度係你揸住本英國護照嘅，佢有乜嘢嘢咧，佢就會揾英國大使館去幫你嘅，因為你係揸住嗰本 BNO 入境。咁但係通常我哋出嚟旅遊傍身，個身就梗好似帶兩本嘢，啱啱點知兩本啊？特區護照都幾本啊？嗰個喺加拿大嗰個啊，走唔喺加拿大嗰個啊？真係嗱，嗰單嘢咧就繼續啦。呢樣嘢咧就係繼續搞啦。咁即係結果就搞到中美啦。其實琴晚香港個即係夜期點解震落嚟咧？最主要就係呢單，因為我哋香港睇住個人民幣啊嘛，即係個人民幣一路射到落去719就嚟7.2啊，好大個心理關口。7.2如果跌穿咧，係有啲影響嘅，真係有影響嘅，即係對於整個投資市場啊，國內嘅會唔會係牽涉到走資啊，各樣嘢好多聯想嘅，咁大家一擔心，即係擔心人民幣咧，就多過擔心咩美國話撤，即係話取消香港嗰個咩特殊地位，因為嗰個咧係即係關感覺上遠啲。嗰、那個關乎好多啲關税啊嗰啲嘢嘅，最主要就係同你出入口有關。但係香港個出入口有即係鼻屎咁大，使乜擔心咧？咁唔係唔使太擔心，反而咧嗱好啦，嚟緊投完票，即係我哋即係有好多事咧，即係阿王傑都同你講過嘅，哭泣聲咧，絕冇意義啊！是啦，冇理呢啲嘢，我哋继续喺个投资市场度揾机会。冇错冇错。今朝早其实是一个机会，因为个市场系睇淡，咁但系我哋如果你有留意咧，呢一阵向北水落嚟香港买嘢嘅钱咧就好猛，维稳系，梗系猛啦。咁你谂下啦，个维稳喺度嘅就点会太低咧？唔会太低嘅，咁起码佢结算咧都会浪响232啊、234呢啲位置，浪住结咗算先，结完算你听日仲有个，听日上昼都仲有个场外，听日上昼之后咧，咁
就大家即係君子就應該不立危牆。你話太過重倉、太過重磅嘅個個週末嘅，咁我又無必要啊嘛。雖然個美股真係好亮麗啊，個美股真係棒棒聲。咁而家就變咗，你咪退而求其次咯。你唔參與港股之餘嘅，你咪加少少美股向身咯。美股咧，琴日都同大家解釋過，就係話傳統經濟咧翻嚟，咁咧嗰個納指係會有壓力嘅，咁變咗咧個納指咧升起上嚟咧係冇係慢好多啦。琴晚懟過成百點納指，後屘摁翻上嚟㗎，即係所以即係個市場自己都喺度調整緊啊，即係話一啲傳統嘅琴晚美國升金融啊。是啊，银行啊，零售啊那些是 啊, 是啊，即是连不幸咖啡都抽返成30几个%上嚟，咁都未到我估嗰个价，咁算啦，买仔摸摸头输咗就算数啦。嗯，冇错冇错。慢慢嚟，咁啊我自己睇六月份个市呢，佢今朝早个低位大家记住佢啦，今朝早嗰个六月期指嘅低位 ,22857。嗯。咁你好簡單就上到234個期指，而家未啊，而家23000啫。咁232樓上就已經開始叫做穩陣啦，上到234就應該向上走，所以睇埋呢一兩日有冇機會行到上去啦。如果行到機會行到上去呢，232樓上呢就唔好太淡，除非佢再穿底，否則呢唔使太淡嘅，唔使太淡住。哇！琴日咧，有個網友咪沽Russell嘅，佢啱啱 update 翻咧，佢14030沽嘛。咁啊，佢話聽到文錦 Sir 咧就話 Russell 係14200至40左右就有壓力啦。佢升到14401之前，竟然就去到14400冇事，落翻137几俾佢平到啊！好嘢，跟住又彈翻上嚟。喂，真係做善事，做善事，哎，真係開心啊！聽到幫到網友真係好開心。哎，唔係，因為我好大膽講，我第一個位即係每一日嗰個位咧。好多人唔信，但我自己行之有效咁多年，我都同啲朋友讲，我话我俾得个位你，你第一次见到你一定要信，因为第二次、第三次再撞咧，就有机会撞甩。如果第一次撞埋去咧，通常咧都会喺嗰个位沽。我琴日嗰个恒指争一点沽到，琴日最高系409，系509。我叫啲人就510沽，争一滴沽唔到，咁跟住散咗落嚟啦。今日就做节目就冇走去计啦。咁遇事者咁耐唔中啦，即係大家有兴趣嘅，我耐唔中摆下去个我哋 Vega 嗰个，所以你哋得闲上去 Vega 个 Facebook 系啊 page， 咁我就一个月一次啦，即係最紧要就係大家开心咁啊。嗱，咁啊，報到一次，我就俾大家同你一齊去市場撳機。嗯，喂，問阿文錦 Sir 先，因為咧幾樣資產項，即係幾樣啲避險資產咧，就唔係好喐嘅。除咗個美匯咧，就真係繼續好似繼續試。嗱，咁啊個歐羅上翻110，咁當然啦，琴日就因為傾嗰個過咗嗰個抗疫基金援助基金過咗啦，咁個其實嗱，即係你會見到。个美股好亮丽，咁你欧洲过埋呢个抗疫基金呢，其实嗰个市场嘅风险呢就开始慢慢落嚟㗎。所以我琴日咪即係我再三叮嘱大家，个金你哋真係要小心啊，个金真係小心。琴晚掟穿咗1700，掟穿咗1700，咁就缩返上嚟。係啦，好力喎，係呀，缩返上嚟，咁个期金咧，佢仲叻到咧，佢八月期金落到去啱啱1700，跟住弹翻上嚟1720几嘅，25，而家系咪廿几先？睇下，我睇下先。嗱，个期金可能仲有多一下，因为嗱，而家个八月金就廿六度，佢可能会再闪多落去一次嘅。嗯，咁你睇下佢会唔会再穿？即係我總係覺得咧，現貨金咧要試落去差唔多80。琴日最低個現貨金睇先，我望一望個現貨金，琴日最低 yesterday low 1694，琴日最低1694，咁可能會試多一次，睇下會唔會係真係
即係連九啊幾都穿埋，閃落去80。如果佢唔落去咧，佢再抽得翻上去，我哋擺定喺上邊，上得翻咩位咧？個金就唔跌咧，就望望啊。係啊。啊！有期金同埋現貨金嗰個高低水，個水而家會拉翻近少少，琴日最多去到廿幾蚊啊！嗯，而家八月金咧就廿五零九，今朝早開出嚟25.09，即係15蚊金，即係今日拉翻窄少少，15蚊到都仲有15蚊嗰個價差。因为琴日咧系个期金跌先嘅，个现货金咧迟咗差唔多三四个字先至跌落去嘅，即系喺1700蚊个期金穿1700，个现货金都未穿，即系个六月啦。咁跟住个期金，即系个4.05点咧，嗰个现货金都落啦。咁个金咪一路拉落嚟，拉到落去90几。嗱，我自己觉得咧，个金要上翻大约10，现货金啊，现货金上翻1716蚊咧。佢就可能唔落噶啦，咁但系我哋都系照摆盘喺下边，85到90买，85到90买，啊，佢今日唔穿06就可能冇低位，咁但系唔知佢点走嘅，唔知佢点走，反而咧嗱，个金琴日试咗个低咧之后咧，其实好明显啦，呢一浸咧个银咧真系唔肯落啊，嗯，大家真系要揾位卖噶啦个银，系个银佢再落到去17蚊。17蚊邊皮咧，17.01嗰啲位咧，現貨銀咧可能要買翻，現貨銀可能要買翻，那個期銀咧，個期銀落到去大約17.5就要買啦，啊17.5毫半，可能17.6都要買啦，17.6到啦，你俾兩毫子佢睇有冇閃落去咧，因為個期銀係買得仲狼過個。个金啊，所以唔好睇少个呢一波银啊，可能有啲钱喺个金走咗出嚟咧，飘紧入去个银度，个银明显有盘卖住啊。嗯，好，咁啊，去翻个外汇市场先啦。咁、那个欧罗上咗嚟110啦，磅系122啦。咁啊，有咩睇法咧？个欧罗磅有冇即系咪都系暂时唔好掂佢住咧？喺个 range 中间。欧罗我睇好啊，个磅我个央行行长。想唱个榜落去，嗯，个央行行长想唱个榜落去，咁即系话咧，其实中呢个欧洲同埋英国咧，可能倾到个贸易协议出嚟。佢因为惊住咧个榜升得高，佢猛喺度同个市场喺度讲个负利率嗰样嘢咧。佢而家呢个礼拜已经第二次、第三次讲负利率，琴日喺123落翻嚟122几，咁但系122佢已经唔肯穿啦，系122唔肯穿咧。咁又未必話個榜會好曳，咁但係相對咧個歐羅係會強啲。你俾我揀，我就寧願低位買翻歐羅。個歐羅應該唔會低過10980嗰啲位啦。而家睇落去，你會見到10980嗰啲位咧，其實就應該要長翻個歐羅啦。嗯 ，OK。10980長翻個歐羅，未必穿啊。咁你個 stop 咪擺翻。050咯，你050穿你就避开佢先咯，唔穿就应该冇事嘅。个欧罗要试到上差唔多，睇下佢嚟紧嗱，阿拉加德琴晚就讲到嗰个经济咧就衰到冇人有嘅，讲到欧洲唱双簧啊，同呢个学皮书一样。系啊，系啊，衰到冇人有嘅。咁其实佢如果个经济开始一弹咧，佢要弹嘅咧，佢系要咁样唱嘅。我自己睇咧。欧洲可能试咗底噶啦，呢次试咗底啊！听我目标系112嘅， okay. 目标系112嘅，睇佢到唔到啦。嗯 ，OK， 哇，个 yen 就好似想去翻108嗰头咁样喎。系，因为个 yen 咧，佢个 yen 弱咧，对个美股好似系有利喎。今日个美个日本个股票就继续升，但系个日元咧就唔喐，个日元。个日元唔喐，哎呀，一秒，得啦。阿苏生，我转头打俾你啊。喂，收咗啦。哦，唔紧要啊。系咁个日元唔力度唔够啊，个日元力度唔够啊，等我
我在度冲紧同建啊！哎，系有网友都关心啊！吓，把声系咪开唔到啊？因为头先做完一个钟头节目啊，我而家见把声开唔到咧，我又喺度同建紧。系饮两啖先，饮两啖先，系保重文锦 Sir， 保重把声啊，好重要啊，真系咁啊，继续啊，咁啊，讲住啊，咁嗱，咁啊，文锦 Sir 饮啖先。嗱，我讲两句咧，阵间问个油价，因为油价咧又真系又麻麻地啦。咁啊，两个消息啦，第一就系个俄罗斯啦，就话冇啊，七月啊，四月啊，大家一齐减产，七月后咧，咁就可能会放宽翻咁样。咁第二啦，亦都就住中美令到大家对于油嘅需求咧，亦都有啲担心嘅。咁所以咧，嗰个原油咧又落翻去，都跌咗几个 percent 吓，都去翻三系啊，落翻嚟31蚊。嗯，三十一蚊几咁嗱，佢琴晚咧就个油跌，个天然气又跌啊，天然气咧就真系好难捉啊呢一阵，因为佢琴日我谂住佢1.9咧个天然气咧都顶到，但系都顶唔到，都落咗穿咗落嚟1.850，咁如果系你呢1.850，我就梗系望佢低啲，睇下会唔会再有低啲咧，咁就所以个天然气唔好斗佢住哥。个油咧，佢落到嚟嗱30蚊、31蚊咧，你又唔怕喎？即系其实佢俄罗斯咧之前咧都仲话想系继续支持减产噶，佢突然间又改下口风咧，佢呢啲咁嘅弹弓手咧，其实可能想等个油缩翻落嚟买翻，因为其实个油叫做翻咗两番噶啦，由负值变咗负30几，变咗正30几啊，跟住升咗60几蚊油噶啦。升咗60几蚊油，咁其实要唞下气嘅。咁两个月之后咧，因为佢嗱，琴晚你睇到，你听到，如果你听完个 live 欧洲咁样讲，再听阿 Beachbook 咁样讲，跟住中美嗰个情况又咁样样，个油价梗有压力噶啦。咁等佢沽一阵落嚟先啦，过翻32.5，系咪先？过翻32.3先至买个油，32.4啦，稳阵啲，32.4你先好买。过唔到唔好买住啦，吓、okay, 忍一忍佢先。明白。澳楼加都有网友问嘅，咁我哋又去一去外汇市场先。澳楼加个加元就算叫做嗱，佢琴日升穿咗13.850咧，佢就一路嗱，应该就行一个单边嘅。咁你而家？唔穿翻13.850咧，長嗰啲就未使走嘅，即係揸加元嗰啲繼續揸，揸到落去睇下佢會唔會下一站應該137，博佢頂穿埋137咧就135噶啦，兩個位先。如果佢行得到落去咧，就行落去噶啦。咁你知啦，而家同美國關係好啊嘛，我哋唯有咁樣支持佢啦。但係你孟晚舟嗰單嘢咧，仲有排，即係係一個無限 loop 嚟嘅，佢繼續打官司咯，咪繼續嘥時間咯。因為通常一同美國，即係你俾美國纏上咗咧，呢啲係嗰啲，即係嗰啲我哋叫嗰啲，嗰啲係啲即係啲寄生體咧。嗯，一咬住咗你咧，即係好難揈得甩嘅咧。除非你自殘斬咗隻手嘅啫。咁你自殘，即係話華為要投降，你華為都冇得投降啊！華為你會真係姓孟嘅咩嚇？即系唔系啊嘛，所以呢个游戏继续，我哋游戏继续。咁啊，加元我都睇佢有，睇下可唔可以试一试137先，137升穿仲继续有嘅，因为佢真系，你如果你开翻睇翻佢咧，就系13.850顶咗好多次噶啦，终于顶穿咗梗行噶啦，呢个系个 pattern 嚟嘅，三顶一破就梗系行到去冇雷公咁远啦，个澳洲6.650咧就有啲阻力，嗰、那个纽西兰咧6.2到6.3咧有啲阻力，咁啊，大家就你暂时就唔好乱咁做淡啲澳楼加住吓、啊，都仲系偏强。虽然美金唔系太弱，咁但系一浸人仔啊，即系咁多只最跑出就人仔啦吓，咁 啊人民币就弱，港纸。唔使担心，我总系觉得港纸就冇事。香港个外汇储备都仲够咧，都仲可以继续顶嘅。因为大家好多时走嚟冲击港元咧，结果都系无功而还嘅。咁我呢次都仲系对呢、這个即系、這个政府啊，即、就、系、是、对呢个金管局有信心啊。虽然佢哋通常喺投资市场咧就系、是、升市就赚钱，跌市就输钱咁啊。但系你唯有支持佢啦，系啊，支持佢啦，因为真系嘅，
我哋嗱，响个人理财嚟讲咧，你外币就梗系要有啲啦。咁你如果系所，因为你要记住你自己而家嘅股票资产、银行存款、物业，全部都系港元为主嘅，港元噶嘛。咁你一定要有个第一个资产配置，分散风险。你喂，震咗喂，讲翻次，唔好意思，头先一句，哇 ，miss 咗，资产配置嗰句系咩讲先？嗱，你呢个时间资产配置咧，你就算唔信鬼子佬啊，我话，即系你唔信外币，咁你就望下个人民币啦，7.2咧，我就觉得咧好吸引，即系话你唔买外汇，你倒不如将啲港纸买少少人民币，买少少人，因为人行响呢一阵咧冇做过任何动作，响个人民币由得佢自己慢慢一路落，咁万一佢真系出嚟，嗱美国同中国嘅关系如果系唔系咁僵嘅咧，个人民币系唔应该跌噶吓，唔喺嗰个中美贸易协议里边咧，人民币应该系维持一个唔系去贬值提升嘅竞争力噶，所以人民币去到7.2咧，买翻少少。买翻少少，我觉得人民币有上升空间。好，多就唔会，多就唔会吓，多就唔会，但系就都有啲上升空间嘅。嗯，喂，咁讲人民币，不如好耐冇讲下啲国指 A 股喎吓，咁啊两会之后就有冇嘢搞啊？国指佢头先望一望国指先，国指琴日9600嘅就行唔到上去。因为我原本预佢个国指今日喺9600嘅算嘅，因为琴日我睇个国指咧9600 call 咧就廿几点，即系可惜今朝早要做节目啦。今朝早咧有一个 moment 咧，嗰个234 call 咧10点留下，嗰啲输晒10点留下嗰啲咧，你一下审落去咧，最高上翻100几点，即系呢一鸡就走咗噶啦。咁就留返下个月啦，因为佢一抽上去嗰下呢，二三二 call， 佢嗰下一路抽到上去234，就夹咗上去，最低嗰时係9点，最高嗰时係100点左緊啦，咁你呢啲即刻走啦，唔同佢玩㗎啦，我今个月就冇份。呢啲就係类似末日轮咁嘅炒法啦。係啦。冇错冇错，即系你预咗冇卖嘅，预咗冇卖嘅，咁但系就到到晏昼，如果你好简单咁样，系啦，到到晏昼佢仲浪住个现货都仲喺浪低232楼上咧，就通常就炒到晏昼咧就炒晒噶啦，咁啊又留翻下个月，即系好巧嘅，我唔知点解咧，逢星期好多时间咧都系星期四结算咧，咁我又冇得炒结算，上个月咧我有份炒结算咧。又系唔知十零廿点买咗一张，跟住飘咗上去，咁我又俾咗佢嘅。今个月冇份，好下个月再嚟个。个国指个力度啊唔够，咁啊睇落去嘅力度唔够。咁大家咧都系喺度料高咗咧就减磅，料高咗就减磅。咁但系咧嗱，佢哋减磅咧就冇咁快一次个减嘅，通常都料几次上去减唔晒啦，咁或者慢慢减落嚟，所以咧就。今日都估唔到，仲有听日上昼、听日下昼咧，你就真系要决定系唔系重仓过周末啦，吓，因为系啦。咁正常咧，我哋为咗避开呢啲咁嘅无谓嘅争拗咧，就因为两个打交，美国同中国打交，我哋企喺中间，嗯，冇错，少不免会有一锤，唔系阿爷打到我，就美国佬打到我，一定有嗨到少少，所以我为咗咁，我就梗系踎低啦，踎低咪减咗少少磅先啦。啊，你比喻呢个比喻非常之生动啊，系好有画面啊。OK， 咁啊嗱，个别股方面就今日又唔算好多问题，咁啊唯一就系三宝有问少少问下啦，6110同埋267，咁啊睇下冇咩 update 先。嗱，6110咧，佢琴日最高去到11个几，破月高。今日最低落过去10.3元，即系我想买翻嘅呢只股票，即系我想买翻，我就想
就而家买想买呢啲股票咧，就想佢周末又有争拗噶嘛，就震翻落去十蚊楼下，十蚊楼下咧，六五六佢今日上翻十蚊嘅曾经，咁呢只股票要等二六七就完全冇政策，佢今日都继续升，因为我暂时放弃，我唔想翻七个七，我唔敢买呢只股票，呢只股票暂时冇乜。俾佢先。冇乜意识搞佢。係啦。咁另外我最近睇緊嗰隻物管呢。哎。咁嗰啲价钱嘅。喂就八个八啊。八个八啊。边只八个八下面呢 ,9983。9983。嗯。係啦。呢啲就喺九蚊楼下八个八啊嗰啲位呢可以考虑。是明白。最后美股美期有没有什么位置参考？美期他现在又爆穿了位置，真的很辛苦。即追又不是，我昨天不是说早一晚我沽了期指，朝头早赢百几点冇走挨紧的。那我都厉害了，昨天在 lunch 的时间我见他有移动呢，走得快。他一闪下去那下走得快，我输了50点给他。哎呦。我输了50点给他。啊，是不是50点啊？不是。152输了100点给他。嗯。肯斩就输100点给他。如果不斩就大镬了。今日来是讲紧输紧成400点给他，他黐线的，真的有感的。所以你要避开他。就是个美股就很强横，但是美股呢真的来到这些位置呢，我自己呢都还是想稳位沽他的。我如果想开淡呢，你去到28我就开淡，25760楼上我就淡淡地啦，即係嗰个美股。美股25160呢个标普3060。嗯。嗰个纳指就9520。係。呢咩位沽得呢？纳指出9410就沽得啦。嗯 ,ok,ok。呢个标普啊3026就沽得啦。这个道指呢就穿25470先至沽得。OK。最后问埋1299想走唔走好话好弱咁样喎。保险股我都揸住隻中国，即係嗰隻平安，唉，真係头都痕埋。保险呢隻你知啦，呢隻美国友邦啊，我哋叫做我哋系同佢友好嘅，但系嗱，因为呢一阵咧个指数上咧，腾讯炒咗，港交所炒咗，就系友邦未炒，咁因为金融类别咧系有压力嘅，呢啲位真系要望一望，睇下佢个走势对唔对板先，我哋就唔一定要走嘅，咁我哋就稳定个。即系摆定个指示先啦，睇下佢穿咩位唔对板嘅啫。嗯 ，OK。不如嗱，我哋咁啦，佢企得翻上去65蚊，65.23楼上就唔使惊噶啦。嗯，佢下边应该穿63蚊，你就要投降呢只股票。嗯 ，OK。好，但系如果冇咧，如果冇咧。就63蚊嗰啲位好吸引嘅话，即系我冇咧，我就会喺63蚊嗰啲位买，即系穿佢就唔对板，我就赌63到61，赌2蚊啦。即系我63蚊买就会61 stop。咁但如果你上边一赚落嚟咧，你又好伤啊。应该就照计上得翻65就唔惊噶啦。啊，65楼上冇问题，65个半，因为我冇入 data 呢几日 AIA， 我有 AIA 啲位嘅。嗯。咁我听日 update 你啊，听日 update 翻你啊。你即系希望今日佢上翻65蚊楼上，咁我听日可以 update 你。如果今日穿六十三个二，你就同佢 say goodbye 先。嗯 ，OK， 好，唔该晒文金Sir啦，咁啊，听日就再倾个 ，thank you， 拜拜。听日长少少，啊，听日长少少，今日有啲事。Okay. 嘿，唔该晒。好，咁啊，文锦上咪即刻又要再做个访问啦，唉，真系相当之感谢啊！好啦，咁我哋呢边就冇咁急啦，咁又挂好热烈嘅谈论啊，咁啊倾多阵啦。好，早晨财经直播室再加时啊，现在开始。即系港股咧，而家我发觉得嗰、那个即系大家要
即系要计一计自己港股占你嘅 portfolio 几多咯。即系我个人觉得咧，嗱，首先你即系整体，譬如你全副身家，嗱，楼唔好计啦，因为楼实在太大嚿啦。咁譬如楼所有资产里边嘅，咁你一定有啲流动资产啦，系嘛？咁有啲就系、是、投资嘅资产啦。咁我觉得投资嘅资产咧，呢、這个时候咧，我讲过啦，顶笼系一半嘅啫，我觉得四五注咁样啦，我个人觉得。咁呢堆里边咧，占港股咧，我啊觉得冇理由多过一半嘅。吓，咁呢个系我个嘅睇法。咁你话，喂，我唔系好多钱嘅啫，嗱，呢个概念嚟嘅。OK， 系有概念先，你要慢慢个 portfolio 会慢慢增加噶嘛。咁就而家即系港股嘅风险，当然系个政治不稳定嘅风险啦。咁我就话未死嘅，咁未死啫，唔代表佢会升得好劲噶嘛。咁啊，大家小心啲咯。我几日之前咧、那个标题讲阴谋耳啊，就系、是、你发觉港股好似系当系科望股咁炒，系嘛？啲5G 就系咁炒啦，嗰啲 B 仔系咁炒啦，系嘛？啲医疗设备系咁炒啦，曾经试过物管系咁炒啦。咁啊，小心啲啦，因为咧物管啦、B 仔啦。呢两日都回得几紧要嘅 ，OK。咁但系啦，又好似 Nasdaq 咁样啦，咁佢回气再上定点咧？哇！咁我真系唔敢搏啦。呢啲冇人知嘅，系咪？咁你唯一咧点样令到你自己舒服啲嘅咧？你就 set 个止蚀，同埋咧分住走吓，系咁啊。因为呢个世界冇一个策略咧系帮到你能够有预知能力嘅啫，只系帮你去准备唔同嘅情况，准备得好啲吓。咁呢个就系个策略嘅作用啦。吓，因为我哋。如果我哋有预知能力咧，就唔使策略噶啦，系嘛？咁啊就系咁啦。嗱，今日讲多少少啦。我见到网友咧好多都问关于个取消独立关税区之后啦。嗱，先讲翻 BNO。咁我梗系强烈建议大家申请噶啦。咁你话我唔使嘅，咁咪唔使咪唔使咯。我又唔系做 BNO 生意嘅。好啦，咁就话。嗱呢啲咁嘅 comment 咧，我听咗好多次噶啦。就譬如话英国佬唔会真系俾你啊。仲有英国就算得 BNO 啊，都只能够乜乜乜乜嗱，并唔系咁睇嘅，你要睇个趋势噶嘛。N 年之前讲 BN 咪一年之前啦，冇 N 年之前，一年前讲 BNO 平权都好似冇咁嘅事啦。你睇新闻点样睇法咧？当我见到上议院开始将 BNO 纳入一个议题咧，你知道呢个方向嚟嘅，同台湾一样。佢而家梗系唔会放晒你入嚟啦，边有可能啫，系嘛？你突然间走几万人去，咁呢个变成一个当地嘅问题。但系随住个时局继续去发展嘅话，当你香港越嚟越变成一国一制咁假设啦，咁佢哋自然亦都会有互动。呢个系互动嚟噶嘛？你咪睇今日噶嘛？你睇趋势嘛？股票你都系睇，你都唔系睇今日股票都反映晒所有嘅你知嘅嘢啦。你系讲紧将来嘅嘢嘛？咁所以咧，咁都有一句啦。咁你话你唔稀罕，咪唔稀罕咯，吓冇乜所谓，又唔使拗嘅。好啦，第二会唔会有外汇管制？嗱，呢个咧又同一道理啦。呢个一个趋势嚟嘅，即系正如你问喂，究竟联系汇率有冇会唔会有问题噶？喂，冇，因为我唔知几时有问题啊嘛，系嘛？呢个就变咗讲鬼故啦，系嘛？就好似话中汇爆咁样，咩叫中汇爆啫？系嘛？几时先 ？OK， 咁但系呢个趋势系一直咁发展咯。咁有咁嘅趋势咧？咪所以点解个港汇嘅远期会咁弱咯？系嘛？就大家都担心呢样嘢咯。咁你做嘅嘢嘅，咪就系分散你嘅风险啦，系嘛？有朋友，我见到有朋友问：喂，几时系最后限期去赚钱？系冇呢样嘢嘅吓。你想赚就随时都可以赚啦。而家好简单啫，讲过啦。有啲嘅投资户口举世，即系啲国际嘅投资平台嘅，咁咧。做下功課，咁我都問緊一兩間，咁我都冇秘密啦，咪問 Charles Schwab 咯，係咪？咁有幾間嘅 Charles Schwab、First Trade 啊，同埋呢個唔記咗啦。本來仲有間 AMTD 嘅，但係俾 Charles Schwab 收購咗，等等啦，係咪？咁然後你好多錢嘅，咁你咪可以開離岸户口咯。咁呢個係冇話幾時要做噶，你咪越即係你問咗啲資訊，你可以唔做嘅。但係如果你問都唔問，咁將來有啲咩事嘅話咧，咁就唔好話。即系唔好觉得好意外啦 ，OK？ 仲有使唔使取消中银户口咁啊？唔使 ，OK？ 你都调啲钱噶嘛，系嘛？咁你即系你咪自己将啲钱分散去摆咯，系嘛？咁你即系呢个时势，你得一个银行户口，咁梗系危险啲啦，系嘛？咁啊最好就系梗系有户口系可以直接揿美金出嚟啦，系嘛？就系咁样啦。好啦，今日继续讲行个新闻先嗱。
个别股美光就业绩好好咧，唔讲咧，大家都唔会 O care 噶啦。咁就除非有大家炒晶片股嘅，应该都唔系好多啦。油价讲咗 ，O K 嗱，最后讲埋呢单嘢咧，其实都几大镬嘅，其实就是、中印嘅冲突嘅呢、這个咧，我谂大家新闻咧都未必会睇到噶啦。嗱，其实系。即系争啲就开战嘅，大佬，而家去到咁嘅情况，咁你话有冇咁夸张啊？咁样，咁佢唔系大规模嘅，但系咧啲士兵咧就已经对峙紧嘅啦。嗱，话说咧就五月头 ，OK， 个印度时报咧就报咗，就话解放军咧就有一种叫做侵略性嘅巡逻啊，就俾印度嘅军方咧就阻住咗。嗰时咧系200几人混战噶，哇，即系喂小规模战争嚟噶。好啦，第二日9号咧。就喺呢个嘅 Nakula 呢个地区吓，咁喺呢个比较北部呢个地区啦，又因巡逻问题咧就身体冲打，就互相掟石头啊！喂，有冇搞错？喂，你唔系，不过又咁讲，咁你宁愿掟石头好过射机枪啦。但即系掟石头呢样嘢都令我觉得有啲都几搞笑。好啦，咁中印嘅边境问题咧，其实系一直咁样去倾紧嘅。咁啊，倾到19几轮之后咧，其实系谈判破裂咗嘅。咁啊，提醒翻大家究竟日中印发生咩事？嗱，中印嘅冲突咧系复杂到阿妈都唔认得。我曾经喺上年8月嗰时咧就讲过一次嘅。点解咧？因为上年8月咧就系整个呢一两年发生嘅中印冲突嘅一个新一页啦。咁人哋话香港系本好难读嘅书咧，其实印中印就更加难读，即系复杂到爆炸。咁我就用我好粗浅嘅简单理解，但大家都明白概念噶啦。就主要咧又系边境嘅冲突争议啦。咁喺中国同埋印度中间咧，系有两块地方咧，东边同埋西边咧都系有边境冲突嘅，即系话你又声称呢个地方系你嘅，呢、这个声称我嘅，咁喺中国基本上整个边境咧都充满呢啲咁嘅冲突噶，包括北边同俄罗斯啦，咁但系同俄罗斯其实就冇乜冲突嘅，主要都系俾俄罗斯嘅算数噶。咁然后下边咧就是、南海 ，OK， 咁然后喺呢个左下嗰边咧就系同印度，咁中间就隔住个尼泊尔，尼泊尔就系做三文治嘅，嘅另外两边咧就有拗撬啦。咁其中咧，比较偏向西边或者西北边咧。就是、这个叫赫扎米尔的这个咁嘅地方啦。咁因为搵地图都搵咗好耐，就呢幅地图咧就比较清晰少少。recap 翻啦，发生咩事咧？其实上年嘅8月5号咧，嗱，因为个赫扎米尔咧，其实就系暧暧昧昧咁样嘅。咁印度咧就系声称有主权啦，中国又声称有主权啦。咁赫扎米尔咧就类似一个高度自治咁样嘅一个状态嘅。OK， 咁咪自己搞啦咁样。好啦。在8月5号的时候咧，就废除了呢条叫印度宪法370条，就将整个赫扎米尔咧就收翻，你就唔系高度自治啦，系变成印度咧直辖。OK， 好啦，咁印度嗱做咗两样嘢嘅，印度成个印度管啦，然后咧就将呢个叫拉达克咧拉达克咧就变成类似就变返做类似自治咁嘅物，即係咪又唔系自治，点样讲呢，就唔再系 under 呢个整个自治区啦。OK， 嗱呢度又讲有少少复杂，但係个 point 系乜嘢呢，就是、本身呢个叫查莫克扎米尔邦呢块整块嘢呢系以伊斯兰为主嘅。而拉达克呢系以回教为主嘅。所以拉达克呢就变成差不多在印度第一个以佛教为主导的一个直辖市啦。好啦，讲到呢啲咧，大家都系唔知冇兴趣知啦。重要乜嘢咧？就系因为呢个赫扎米尔咧本身系中国声称有主权啊嘛。而家印度咧就取消咗，变成直辖，即系话咧我直接立咗啦。嗱，咁所以中国咧就即刻嘈嘅。咁呢个拉达克咧又变成翻一个一佛教或者回教主导嘅一个直辖市咧。就我嚟顶住中国啦 ，OK， 咁而家就印度就搞啲咁嘅嘢啦。咁头先讲嘅嗰堆话系边境冲突喺边度咧，就喺呢个赫扎米尔嘅北边左右 ，OK， 即系拉贾特啦，拉贾特嘅北面左右吓，咁就发生呢啲就系咁嘅巡逻咧互掟嘅事件嘅。好啦，又关大家咩事咧 ？Donald Trump 咧就竟然嚟讲出咗个 tweet 嗱，大家的焦点就唔好净系去住香港嗰度。正系去住佢同 Twitter 互片嗰度，佢出咗呢个 tweet 咧，大家要留意嘅。佢就话啦，
我哋通知咗印度同埋中国咧，就系、是、美国，我哋好 ready， 系去中间做协调。OK， 关于你哋嘅边境冲突，嗱、呢个信息咧就花生到不得了啦，系嘛？哦，你哋拗交系嘛？哦，你哋打交系嘛？得，我就准备好啦，吓、啊、可以倾啦咁样。咁系人都知咧，美国佬同埋印度佬咧就梗系倾掂咗数啦。嗱、所以你见到而家中国咧系真系四面受压啦，好唔好啊？受敌啦，相当大压力。印度咧就唔怕，唔即系唔印度就想同你争一啲长短好耐噶，呢、这个目的呢、这个癫路嚟噶嘛 ？OK， 咁你话有啲咩影响咧？哇！咧擦枪走火啲嘢咧，你真系唔知边度嚟料噶。咁啊，大家小心啲啦。呢只咧系黑天鹅嚟嘅，你话会唔会全面开拖咧？我唔敢担保吓，但系咧干柴就喺度噶啦。OK， 炭佬喺度啦，炭精喺度啦。几时他着咧？就呢个就小心啦吓。会唔会系一个黑天鹅咧？我唔知道吓，咁但系呢坛嘢咧，其实都即系由上年八月开始酝酿，去到今年八个月后咧，唔系四六十个月后咧，就中就开始慢慢塌着咗呢坛嘢，咁大家小心啲啦 ，OK。咁啊，仲有就仲有少少update 埋，咁啊，仲有啲咩数据嚟紧会出咧？咁就大家都冇兴趣知啦，譬如新屋销售啊，嚟紧美国，同埋咧新生力失业救济金啦，咁都200多万啦，咁样咁啊，亦都系冇乜人嚟噶啦 ，OK。学皮书讲埋。学皮书咧就同埋呢个欧洲咧，首先文锦瑞讲咗啦吓，咁你拉加德就讲到欧洲好 Q 唔掂啦，学皮书都系嘅，咁就话全部地区就就业好多问题啊，经济复苏好多问题啊，不过咁佢就估咧最坏嘅情况啊，喺第二季个 GDP 啦，大家都咁估啦，然后喺下半年咧出现呢个强劲复苏，所以啦又有一句啦，四至六月好差。不过咧，而家系炒复苏嘅，咁所以咧，话知你有几差咧，系冇人嚟噶啦 ，OK， 咁啊，所以学皮书咧，掉咗佢啦，系冇人睇噶啦。好，今日仲有一单新闻咧，今日讲唔讲咧？听日先讲啦，就全球嘅降评级潮可能嚟紧，咁标普咧就话可能会因为呢个肺炎影响，令到经济即系大动荡啦，好多企业咧个评级潮咧会飙到新高嘅。简单讲两句算数啦。咁有啲咩影响呢？假设美国好多企业评级会降嘅话，啲钱流向边度？大家知道啦，系嘛？咁唔一定净系美国受惠，其实主权基金咧系会受惠嘅，中国都会受惠嘅。但系中国嘅企业、民企、地方债咧就更加难去融资嘅，所以啲钱咧就系集中翻去，又去翻中央嗰度啦。嗱，就咁样啦。咁就首先啊，我都冇睇，我都冇留意人民币啊。咁我都有讲句啦。7.2 咧系暂时要顶住嘅，你唔好理点解要顶住，总之就要顶住，顶唔住咧就比较头痕啲吓。咁直至顶唔住之前咧，个港股都会顶住。咁呢个咧就系咁我睇法啦。OK， 好，港股暂时232咁上下啦。咁啊232下边个位就228咯吓，228呢个真系。即系由我当初做财经网台都已经讲呢个位，讲到十几年都仲系讲呢个位。OK， 好，睇下先，有乜问题咧？俄国算唔算系中国盟军？好问题，表面上系，台底唔系，认唔认同美国共和党系更较多钱同埋基层支持者，民主党中产多，全中吓，完全中晒。OK， 所以个意识形态系几唔同嘅吓。OK， 就系咁样啦。其实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印度日日都争紧，冇错。Run， 其实我觉得好啱嘅吓，其实系中印巴边境咧，系打到甩肺嘅，成日都 OK。中印边境即系一堆石头，呢个好笑。唉，争地盘就系咁噶啦。喂，屌你新疆、西藏嗰啲，俾你啊，你俾你去管啦、啊。唉，即系除咗好似黄子华所讲，除咗个好蓝嘅天、好碧嘅湖里边，其实仲有啲咩咧？咁样咁，但系国土嘅嘢，唉。你明噶啦，1299我仍然觉得最大的问题咧，就系佢太多之前食咗太多中国人嘅单啦。咁而家你一收紧咧，就所以咧，我话咧嗱，冇咗呢个特别关税区咧，对嗱，我琴日咪讲，咦啊，唔好意思，
因为咧，琴日有个话题我系 miss 咗嘅，就系讲紧香港嘅 GDP 个构成啦。阵间问下 Casey 博士啊，因为咧五成七或者六成咧系全部都系金融服务啊，两成系同金融有关，然后大约两成左右咧就系嗰啲咩物流啊、贸易啊，然后仲有13%左右咧就系嗰啲咩专业服务啊。OK， 咁好多呢啲咧。其实都是源于因为香港有个独立关税区。所以如果香港没有了独立关税区，其实做这些这样的中港贸易啊、金融服务啊、甚包括保险啊，是三个字啊，就是大 Q 镬了。大 Q 镬了。今天小心点了 ,ok。咁啊，友邦所以就都系一个受害，都会系一个受害者嚟嘅。咁所以长远上咧，我就唔系太睇好友邦嘅。佢同十年前嘅友邦经验唔同咗啦。Fast Trade 开咗户，喂得唔得啊？喂，分享一下。好 ，BNO 过期好耐，你话自己唔见咗啊？去佢自己网站嗰度。好。楼 rent control 啊，哇！楼价管制唔知有时真系呢个太长远啦。OK， 好啦，感谢大家支持，差不多。好，咁啊都有个啦吓，我哋而家面对一个前所未见嘅大时代，但系咧香港人嘅历史就系咧，无论话知你咩时代吓，总之我哋总有方法生存落去嘅。咁我哋第一希望生存，第二更加好咧，希望可以甚至。去获利 ，OK， 我哋向霍英东去仰望 ，OK， 咁啊，大家继续努力啦。咁但第一样嘢咧，你要有认知先，你要知道而家嘅世界发生咩事先，系唔系好似出边咁样？出边仲系嗱，我觉得出边仲系几和风细雨嘅感觉上，咁啊唔紧要啦 ，OK， 咁啊，大家就留意住啦，睇下阵间两会系咪会通过咗呢个讲法啦？咁又睇个市场嘅反应系点样啦？咁就睇下系咪今个礼拜会出台就取消咗香港嘅特别关税区？咁就听日再同大家 update 啦。嗱，咁啊继续帮手订阅 Regal Finance 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acebook page 嘅同一节目。听日再见啦。咁啊今日稍后咧就冇 FB Live， 但系咧。就有罗家聪小弟就会同罗家聪博士一名经人今日喂讲下期预告一下。咁我就订嗰啲问题俾佢嘅就会今日就会同佢倾倾啦。包括呢就係、是、咁一个金融中心世界金融中心系点样形成嘅呢你要知道点样形成先知道啲佢有冇影响㗎嘛。跟住就有冇影响啦。有咩影响呢系咪咁然后外汇方面港汇同人民币会有啲咩预测呢咁样咁就。上一四点半就再同大家见面啦。好，同一节目，听日十点钟再同大家见面啦。Thank you， 拜拜。